我们呢就汇出，那汇出呢，那里面呢，看一下汇出，就用快速的格式里面呢，我们就去选叫 CSV， 啊，选择 CSV， 点进去，让它去执行。好，执行员呢在下面呢就产生一个 scope list 点 CSV， 啊，那我们就把它这个显示出来啊。scope list 点 CSV 啊，就在资料夹快点两下打开，在这里啊，点两下打开，它就是 Excel 档。好 ，Excel 档呢，那我们呢要去呢算这个平均呢，好，我们把它呢包起来，好，给它呢去做平均。这边就平均值，那这个呢平均全班的总平均呢去单独去做呢，我们就下来再做一次平均，答案是68.606，啊，对，用 Excel 来验证，啊，所以呢你的答案应该是叫68.606，在 Excel 来做出来，不会错，那我们回头来什么叫写。好，谢淑英不会呢，就让我们就以前呢就教教大家，你要呢到网络上去问了 Google， 我们有很多有维基百科，有百度百科。如果说你要看到繁体，就看这个；看简体就看这个。但是它的功能更强，所以就对它很好。好，这地方就去点要写。好。这个呢，翻译成什么？column separate， 对，逗号分割式，啊，逗号分割式，啊，那有兴趣呢，就把它呢全部给我们看一看，它是用逗点来分割这些的资料，啊，里面呢是栏位啊，是成文字的，啊，记录的组成，用逗点来做，啊，那我们刚刚讲。你如果说你刚刚的会数不是选 CSV， 你去选一个叫 Microsoft Excel 的 CSV， 啊，另外一个啊，因为这种有很多种方式，啊，你要选微软的，那就选它，它去执行，它呢就产生一个刮胡，因为刚刚有的，现在又做一次，那就是刮胡一的，那我们就去呢找刮胡一的它，是要的。展开对它刮胡一点的这种资料，那这种资料呢，它是把那笔资料呢放在这栏里，对我们来讲不方便，啊，但是你还是有办法把它移出来，因为也很麻烦。如果这一笔资料呢有了二三十笔，你慢慢移，也会呢头昏头痛，也会移错，啊，所以呢，我们刚刚呢直接用 CSV 做是比较好的方法。那就看看你是需要有哪一个，这是一笔资料全部放在一格里面，啊 ，logo 这种方式，啊，我们需要呢一个栏位都有，就像我们刚刚做的，啊，我们刚刚呢做出来的呢是在这里，它是一个栏位系统，所以呢我们讲微软的这些呢 Word。Excel 包括比较呢接近资料库的呢是 Excel， 啊，这栏位给它来说，啊，那你说其他的是不是就比较不是，啊，那你可以呢今天呢你自己呢要去呢去串，要去串啊。好，我们回到这地方，好，回到这地方，你这个地方呢去呢会出有很多种。那你也可以看到说 Word 可不可以，它是名字跟 Word 的，啊， Word 2000，但是不是，这是 Stonis 给 DOC 的，你可以看一下它给 DOC 的 Word 的，啊，进来的，那这样子呢你好不好做呢，当然也可以啊，把它复制起来然后给它转读 Word转换成Excel也可以，可以看一下，它这边呢就是这个，但是呢，这
最适合接近资料库的方式来去说话。所以呢，各位刚才看到68点多啊，但原来你也可以啊，你看你怎么做都可以啊，你只要做出来全班的总平均就可以了，68点。这个是数学把全班整个数学平均，加上呢是
这个中文的比喻加上这个英文的比喻，然后去算张老师让咨询，那跟我们的答案68.6%是一样。我们班上还有其他的做法？你只要是说做出来跟是有算出来的一样，那就代表是方法没有唯一的话，心口的语法的话没有唯一，只要你能够算出来就可以。但是呢，你是一定要按照这个心口的标准作业程序啊。意思是，你可以说是这个呢是把复制的结果贴上来的，它需要到资料库里面的去搜寻。好，我们回到我们的是结构语法，把我们 select AVG 数学的整个就数学，然后从把这一段数学里面去做平均，把全班的数学放表的 score list， 那只有简单的一句话，我们等一下做出来，你去验证一下是不是呢跟 Excel 的做出来是一样。我们要把这个画面缩小，缩小，好，这个不要，好，这个缩小，是握的。我们要去看到我们的，好，语法在这边。67.2273，看一下，Excel比对一下，67.2273是什么？所以呢，这样说就 OK 了啊。整个答案就是这样啊。对全班的数学做 AVG 算函数，函数因子方面啊 ，pass， 把它当成点名啊，就点名对。所以我们算出来呢，不是呢有全班，不是呢有每个人的不同，是全班的这个因素。好，那你跟 Excel 也是这样，做出来呢只是另外添加表格的。好，这一题呢就是这样子。好 ，OK 吗？
呢，这个是第一个呢，为啊我们的是消这个 IT， 第二个呢是消费，第三个股票名称，第一个是股票的数量，第五个是销售奖金距离。所以这边呢，我们只要呢小于四十的，我们把这边资料补上，真的就去把资料补上。好，我们的语法是这样。好，这个地方我们就去改一下，这边呢就是选择这方面。好，来看这边哈，那你现在是用哪一个？就这个，用这些资料。好，我们呢去做 secret， 查询语法。好，这个呢用 delete。delete 的后面呢，因为要删除，所以后面什么栏位都不要切，它就是删除成资料。好的，那你也不能打说 delete 的星号所有权，不用，那是让后面的一定是接表格，那我们这个表格叫 sales。好，然后给它改变。我们以前学的是选取 select from 会员，那你也可以呢 delete from 会员，会员条件。那条件是什么？二十三。买卖的交易的价格要小于四十。好，那你就去看一下这个呢，资料结构是 sales price 小于四十。好 ，sales price， 好，小于四十，比例高，哪一个表格？条件栏位，这栏位呢要小于四十，这样就是。好，那我们这样子就可以去执行。好，去执行哈，真的去删除啊。哦，你去看一下哈，我们先不要做，先把它复制。那你去看一下，你的里面的资料目前是这些，总共多少笔呢？20。我们去做删除，真的就是，因为我可以吗？好，继续。他说你会去出现一个呢提示。确认你真的要这样去做吗？确定。好，删除。好，这个视频资料就是依据呢你的条件删除。那你就再回到资料库里面去看一下资料，就是这些资料没有一个这个相关会小于四十。我们刚刚是用小于，所以呢，这个呢只要是包含三十九以下。那一删除呢，就是横着一笔一笔删除。假如说这个呢，你是三十块地址，现在是10笔。好，删除。好，因为我们已经有资料库的备份。好，我们的备份呢，给大家看一下。练习一下。